那接下来是我们最后的一位竞演歌手了。前段时间呢，他一袭红衣，以纯美的舞台在唱跳界开辟了一个新的赛道。因为有网友说他的表演是静音播放是最好的打开方式，而今天他一定要打破这个标签，他乘风而来，只为绽放。让我们有请张雨曦为我们带来《野百合也有春天》。哇，好隆重，太美了。小心，谢谢。来，我们掌声给雨曦精彩的表演，谢谢。这个不好唱，因为它是一首非常安静的歌。首先呢，我们看一下我们默默，刚刚他已经评价过雨曦是 beautiful, good, 对，我们来听听看，这一次竞演完了之后，我们默默对于雨曦的评价。She's so poised and so beautiful. It's hard to even listen. I was looking at so much beauty. You did a great job. You seemed confident and you were so sincere. So you did a great job. So 加油加油！谢谢谢谢。那我们南哥听完雨曦的表演，您感觉怎么样呢？我觉得非常青涩跟甜美，啊，还有不可思议的节奏，非常厉害。对，非常厉害。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掌声送给所有今天来到现场带来表演的歌手们，谢谢你们。时间过得非常快，那么很快我们今天的竞演已经结束了。那么在投票之前呢，我们要一起来回顾一下歌手的表现，来请看回放。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念你怨你深情永不变，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来，掌声给他们，给他们。好，接下来我们要开启我们的大众评审团的投票了，请注意，如果支持零一请按一，
支持孙怡，请按二；支持九尾 fly， 请按三；支持张雨欣，请按四。请泽林将我们的动感地带芒果卡插入到我们的启动装置当中，灯亮后，现场的200位大众听审就可以开始选择你们最喜欢的舞台了。是的，动感地带芒果卡带你直通竞演现场，办卡即享芒果 TV、咪咕视频、咪咕音乐三平台会员，还有歌手独家视频彩铃，让来电更动听。不仅有好六独家高光特辑，还享歌手2024竖屏直拍一卡解锁。同时关注好六官方微博与动感地带芒果卡互动，本期将抽取10名幸运的观众，继续送出最新款的手机。来，3、2、1，投票通道开启，各位请投票。3号，3号，3号。好，那边已经在举数字了，我们的合伙人们。无名之辈，我是谁？3号，3号，投给他们。就投三，就投三。不用够 OK 了，一就行。不 OK， 一就行。啊，他们不是 OK， 代表的是三。哦，这是三啊。三。那四 OK。3号，3号啊 ，3号，3号。好，投票结束了，谢谢大家。我们谢谢每一位听审们的认真的投票，结果正在统计当中。接下来最紧张的时刻就到了，是的，我们第一届你好歌手百灵鸟逆袭赛结果即将揭晓。接下来有请我们你好歌手的节目组为我们送上最终投票结果。好紧张啊！天哪，你怎么这么会这么紧张？要喝一口吗？对啊，就是这个画面啊。好，这个票数可以说是非常的接近。首先公布获得本场竞演第4名的是Fly 九尾。接下来我宣布本场竞演的第3名，她是一位女歌手。Female 应该是我吧。还是一位男歌手呢？哦，这好呀。哎呀，本场竞演的第3名和第2名投票仅有1票之差，获得本场第3名的是孙怡。接下来为大家公布本场的第2名，他比第3名多1位大众听审的支持，他就是林一。我们百灵鸟逆袭赛的歌王就是张雨绮。接下来有请本队的导师肖天墨来为雨绮颁发奖杯。祝贺雨绮。下面有请导师孙楠来为孙楠为雨绮送上鲜花。各位观众，各位观众，张雨绮得的不是歌手2024的歌王啊，是你好歌手的歌王。我们请雨绮来分享一下心情。那我觉得呢，就是努力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啊，我每一次在课堂上的努力都没有白费，所以谢谢大家，也希望大家在未来的人生中跟我一起努力。我们的你好歌手是每一位歌手不服输的挑战，也是对自己突破自我追寻成长的勇气，希望大家在今后的生活当中都能够一路高歌。
而我们现场的其他歌手以及我们的音乐合伙人将会在我们节目播出的第二天为我们的歌王发布一条夸夸微博。